澎湖马公超大的巨无霸土托现身了，而且呢，它的重量非常的重哦，重达34公斤，1公斤售价3000元起跳，市价就超过了10万块钱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金。从冰库拖出一大尾鱼，真的不小，身长比拖车还要长上一大截，用力切一块鱼肉切片，真的不小，几乎是4个成人手掌的大。来个超级比一比，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，这可是今年的超大巨无霸土托鱼。这一只土托好像是熟掉的或延伸掉的，绝对不是网捞的，因为它的皮很完整，而且光泽就是看起来很厉害。是这只超大巨无霸土托鱼一上岸，立刻就成为注目焦点，马上就被标走，再转卖给直播主。一般捕获土托鱼大概是8到15公斤，但这位用活鱼饵传钓方式钓到的土托鱼，重量可是重达34公斤，市价1公斤是3000块钱起跳。我也没看过那么大只的。那土托鱼的话，这个季节越肥是越好吃，而且整个都是牛奶白的。这位土托市价超过10万，名副其实的白金。再看看这牛奶白的鱼肉，食指大动，口水直流，现场来个切片生吃。很老哎，没完全没有腥味，对，完全没有腥味。海的味道，还有油脂啊，油啊不辣，啊不辣的那个味道，油脂的味道，好吃，够大只，够肥，还有这种口感。吃尽大海新鲜好味道，而这海中的土托巨无霸也带给渔民商家超大的海中惊喜。记者林静彤，澎湖报道。